我们这一节课来教非常非常重要的配对音，好，那个这个配对音，我在这里宣布，这是我常立法师的创举，好，用这样的方式来教我们初学者的英文发音的基础，好，那这样的创举，我想。英文的专家、专业者一看都知道，这是花非常非常大的心血跟精神。我相信这个配对音，你们在家人好好的请你们孩子，要学一问入门者，照这样方式去学习的话，绝对在短短的时间之内，可以辨音识字，可以。辨别这个英文的发音，然后来认识英文单字，可以将英文单字透过发音，可以很容易的强背，会记住这个英文的单字，也就是这种配对音，你要练习到熟练为止，以后你看到。每个英文字，不管短或长，你不用看音标，你就可以念出来。念出这个音，你自然就会写出这个字的每一个字母。这对一个孩子将来要学英文，是一种大要件的学习的一个基础。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和尚所的创举，这种配对音。这是花费我好几年的时间，用尽我的脑力，我想出来的一种方式，我也在 YouTube 看过很多老师的教法，我一直在思维，他们的教法都太传统了，甚至用很不是很很聪明的方法在。教孩子记英文单词，那种方法实在是，不好，用谐音的，这样不好，记一个这个印象，来记这个字，英文单词那么多，你光要记一样印象，用一个印象来背这个单词，你都感觉喜欢印象得了，你要说一次英文还要选这样哦。我要记一个印，这个单字我要写那个印象，再记这个，再想出这个字母。搞要听你讲一句话，嘛听几百句，这个不是聪明的教法，但是呢，却是很流行在现在的教学。因为现在的人啊，变多啊，记英语哩吼，就用这种方法，老师就想出这种方法，笨方法。学生也学这个笨方法。你能记多少印象啊？那这个我们英文是你假使会懂得看英文单字不用看这个音标，你就会念出来它的正确的发音，然后你就很容易从你的发音每个发音去抓出每个字母。你就可以将在场的英文单字就可以很容易的记起来，又很容易的写出来。当然就是也是要靠努力了，方法再好，天底下再好的学习英文的方法，你没有加上努力，你永远一辈子到死都学不好英文。没有那种说，学英文哪有捷径呢？只要方法对，还要努力，你学英文就很快。假使你学英文的方法不对，你再努力啊，你就学不好英文。假使你的方法对，你加上努力，学的英文就很快。我就谈和尚以前，我初中我怎么学英文？那时候我们穷得要命，能读诗都已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要成就我一个人读诗，他们从国小毕业就去做工，为了赚钱。因为我比较所有孩子，我比较会读诗啊。兄弟姐妹，大家拢爱去探亲啊，各下比较去探亲，要成就我一个人读书，我不能不拼吗？以前的穷孩子就寄望在一个家庭，就寄望一个孩子比较会读书的，先天下唯有读书才能出人头地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。
啊，想不到说，哎，怕金嘛，去过嘛，我的班科，哦，有一技之长比较重要。但是那时我们那时候的时代还是停止在说，也要读书，囡仔就有将来，想无哎去考国教人员哦，去考政府的机关哦，那么家里又感觉哇，很棒哈、哦，这个家庭就有改善经济的机会，因为以前浙江钢琴家多。哦，安尼规家伙安尼人，因为一家人人口又多，哦，一年做到要做死，一工要做到要做死，都啊只供给肚子饱而已，没有多余的钱，所以都寄望在一个家庭都寄望在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会读书哦，全部寄望在他的身上。所以我从小就背负这种压力，我不努力读书不行，那我就要想方法，那时候。我们知道，在50，应该是50-60年前哦，那时候不要说学生的英文很烂了、啊，包括学校英文老师也很烂，都烂到底。因为什么？那时候没有人出国，那时候想不出国，你搞材料出国，白色戒严时代，哪有人可以出国、啊？除了考公，那时候什么考公的出国、啊、那叫什么工会留学啊？对，以前只有工会留学哦，没有智慧留学，没有智慧的哦。工会哦，你要经过政府考试，哎，由政府出钱让你去美国留学，什么学位都政府负担的，那只有工会留学叫做工会啊，政府出的。会用让你去美国留学，那你留学你回来你要回国家报效国家，那你听讲啊，出去不能要回来。哦，那时候出国只有工会留学，啊，能考上几个？那英文要很强啊。那时候根本以前我们那时代的英文老师都不会讲英文，只是懂英文懂文化，不要讲英语啊。我说哇，我就是要学个东西要讲英语啊，刚好就是一个因缘哦。和尚有说过，我们住的在成功路，彰化市成功路，那么巧，就旁边一个莫门教会就在我们隔壁，天是良缘，不是良缘哦，天是好姻缘。我就经常去莫门教那边跟教那位传教士 talking， 啊，为他们做义工，哎、啊，得教他英文，啊，我来跟他讲国语，就互来互惠而已。但是我发现到说，哎。英文不是那么难嘛，但是在前班我们其他的同学认为哦，英文好难哦，奇怪，啊，英文怎么会难？我英文对我来讲是最简单的，在我出，因为我有这种因缘接触哦，洋人，啊，传教士都洋人，啊，都十几岁，骑着脚踏车到各地去传福音，哦，那时候才知道说学英文是有方法的，不是说你笨，啊，然后，那个。传教士就说你，因为那时候很闹，马伯奇拿黑笔写龙音给他录起来，哦，他就教你说，你读英文，哦，除了跟我对话，你最好去买那个哦，那个一本杂志来看，这个杂志最好是有录音的，那时候只有唱片哦，那时候连录音机都没有，买那个唱片，哦，他要给我介绍，你要去买那个唱片。哦，啊，刚家里有唱片机，过了十个，安尼就讲诶，安尼一种诶唱片，以前古唱片机都安尼，哦，安尼揢咧，啊，噔，安尼听安尼了，哦，哎呀，叫他的传教说，你只要没有的话，你可以来教会借，那就借，我无钱能买，你讲啊，吼，我借他借给我，安尼等，安尼听，哦，啊你要先，他就叫你要先里面一没。他每一个你单词要去记，你记先记生字就好，开始听，一直听，你听你听，听到以后，听的速度很快。所以从那时候，我英文只要我这样经过这样的正确的方法对了，加上我自己的努力，所以我英文几乎每一次都100分。我没有考过99分的，就是英文，不是我厉害。我在这里声明，不是说我厉害，是我方法对。今天和尚在电视面前，就是要教大家
学生们正确的英文的发音的方法，然后除了让你懂得如何发音，哦，直接发音法，直接的，你看英文单词就会发音，不要再去看音标了，那就是用和尚，用我的脑筋思维，我发觉我自己创立这个配对音，这是我的创举。假如还有其他人学我这一套的，那都是从我这边学过去的。和尚跟出家人我公开，但是其实我这个可以去申请专利，我打算应该申请专利一下。谁要教我这一套，要经过我同意，这是智慧常常权。光这个配对音的配对，这样配对的话，你看和尚不是说我要花五天五夜的时间，包括早上四个小时，啊，你看就知道这是非常的用心到极点啊。好，我们就话不多说了，就开始进入哈，这个配对音，我们从 A 音开始。那因为在电视上，我稍微做解释一下哈，因为这个蓝色的字就是代表这个 DJ 发音，就是比较接近英国音。不是完全英国音，是接近英国音，半美音半英国音叫 DJ 啊，啊，万国音标是比较完全接近英国的音啊，哈，啊，这 DJ 是半美国音半英国音啊，也不完全是英国音啊，哦，那么因为 KK 音标我们要放弃，因为全世界只有剩下台湾在读 KK 音标，我们老师都一成不变，就不放弃 KK 音标的教法，到现在学校补习班都还在叫 KK 音标。其实这是不应该的，就是老师啊，就是大家都太懒惰了，不应该这样。我们要放弃 KK 音标，好，好，这个蓝色的字就是 DJ 音标啊，这个本来是黑色，而且变成这个颜色要算什么色啊？茶色啊？黑色。哦，我们暂时就说黑色好了，本来这是黑色，黑色的部分就是。DJ 音标跟 KK 音标是同样的音标，发音是一样，我就用黑色来呈现。哦，那红色的话就是说，哦，它有两种以上的发音，那么也是 KK 跟 DJ 共用的音，哦，共用的共通的音，不是共用，共通的音。哦，这样大家都清楚了，哦，蓝色的就是 DJ 音的音标，哦，黑色的就是DJ KK 共同音，哦，红色的就是有两种以上的发音，哦，就用红色，哦，那这个蓝色的，哦，假使它是完全是这个 DJ 发音，哦，它有两种发音，我就也是用蓝色来标示，哦，那大家看的就更清楚。以后和尚会将这本所有的配对音从头到尾编一本书出来，那么日后你们可以你们孩子啊或是你个人要学习，可以对照和尚这本书啊，配合电视上和尚的教导你的配对音啊，你就会熟能生巧，这一套你学起来以后你受用无穷，你会感恩和尚这么辛苦用心，但还是要努力哦，教完之后你要联系密集的，哦，不要停哦，每天都要练一遍三遍四遍五遍都 OK， 绝对不能停。学英文，哦，贵在不是贵在专，不对，贵在持续。学语言的东西也好，学技术的东西，贵在持续，不能间断，密集式的，只要这一套教完了，你每天赶快练，不要断哦，每天练，每天练，练的至少练个一个礼拜，不够再练半个月，不够再练一个月，练到熟能生巧，练到什么程度？不能看音标，你马上 BA， 你可以练出 ba 跟 b， 这样才可以。你不再想一下，哎，这是两个三个没塞你 ，B 你就知道要练 B 吧，哦，两个音要出来，也有三个音的哦。哦，你要马上啊，比如 A U G H， 它有两个音哦，嘎啊，你马上要记起来。你要训练到自己，我们不是为了应付考试，也不用人家来
来督促你，就自己哎，所有的练你都练都练过了哈，都已经练得很熟能生巧，音都练对了，你所有的音标希望你都给它盖掉，你另外用一张再 copy 一张哦，你们可以另外 copy 一张，然后这个给它盖掉，给它盖掉，好，你原本的留起来哈 ，OK， 盖掉的时候你重新练一遍，哎，我还多安尼拢念对无？唔对，你就去看原版，这样来训练自己。你这样练习的七天或半个月都 OK 了，练到你自己都感觉没问题，考就来考验自己，哎，看能不能我音标不看的时候，我能不能练得出来？每一个音标，每一个配对音都能，不管它是两个配对音、三个音，不同的音你都念得出来，这样才可以。这样以后你看到任何的英文单字，你不用看音标，你可以马上直觉，马上可以念出来，不会差很多。除了是我们不曾看过的英文单字，你可以查一下音标，也许因为查的原因是在它有重音哦的音的问题，我们不知道重音落在哪里，还有说。欸，也许这里面我多了两个 S， 或多了两个 L， 哦，或者多两个 TT， 我们不知道，哦，这个时候要查，就是对一个刚开始认识的单字比较长的，你可能要查一下音标，练的才知道它的重音落在哪里。教师是短的，应该都用配对来练，都练得很准了，它对了，容易没准了，免得查音标，长一点的。可能要音标要查一下，那查一下的话，有时候有好处，就是说你重音念的对，然后这个单字，哎，你可以了解哦，原来它里面的 s 是有两个 s， 花式的音是我们知道就写 s， 但是它是有两个 s 在里面，我知道哦，原来这里有两个 s 哦，那你这样一次，你以后就知道这个单，每以后再看到这个单字，你就知道，哎，这个英文字是有两个 s 的，很容易记得起来，但前提你英文。配对一定要非常熟能生巧才可以。哦，这是和尚教配对的一个概念，先让大家清楚。哦，概念这个知见，你知见不对，你学英文就不对。哦，跟修行一样，哦，跟学佛一样，知见不对，修的都不对。哦，就所有人都是，哦，往外道去了。哦，好，我们。配对音，哦，以英文音来讲，好，我们从 a n 开始哦，哈，我们这个 a n 读，一般我们过去是读 n， 对不对？音，第一节是读 on， 啊，哦， us， a 多读 r 就对了，你就不管它读 r 啊， on， us， r， 拉长音，哦，因为它的音这个 d j 音的话，哦。它没有出 R 声音哦，它 R 拉长音，因为我和尚发觉这种 DJ 音有 R 的声音，它都不要让你卷舌，都不要让你卷舌发 R 的声音，都让你用拉长音去读。这个 DJ 音就是重于英国的发音，那么英国的发音呢，它不像美音都要 RR 都要卷舌音比较少。它的音比较重一点，比较沉一点，卡顶卡挡，所以它很多的卷舌音都给它省掉，哦啊，有的又卷舌，叫 ER， 你可能就要卷舌一下。那类似这样，单一个 R， 它这个 R 都不读了，变得读 R 拉长音。好来 ，L O， 好来 I， 同时也读 A， 哎，那这个就是 Air。这共通音哦 ，DJ 也是练 air， 不是练 i 哦。一般我们来讲哦，有一个 a，DJ 一定练 r， 那是固定的，它的规则就是这样，它的潜规则就是 a 一定读 r， 但是呢 ，a i r 它却因为它有后面一个 i 跟 r， 所以它 air 是不是读 i r， 是读 air， 共通的。所以你看和尚每一个音都要听哦。不然我怎么知道这里是共通音？我要编这个配对音，我每个音都要去听，我都要去听哦，听 DJ 音可以给音标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 Air 是共通音 ，DJ、KK 音标都是同样的发音。你看这个多会功夫啊！
真正搞功夫啊，搞时间啦、啊，然后拿音标来贴，一个一个贴，一个一个贴。所以不好好读，真是辜负和尚一番的辛苦苦心哦。好来 ，art， 不是读 it，art， 哦哦，哦，要读 on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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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， off， a u g h 跟 o u g h 是相通的，两个都是哦，读一个，读两个发音 o。也是要长音 O， 哦，这个 O 是切口的 O， 不是圆圈的 O。圆圈的 O 是 off， 有后面一个五的声音出来 ，off， 对不对？这个是 O， 哦，就是嘴巴要稍微尖一点啊，嘴巴不要那么大。我们一般哦，这个 O 圆圈的 O 是嘴巴大一点 O， 然后后面有一个五稍微尾音 O， 这个是没有 O 啊，所以它是 O 拉长音哈 O。那么同时也他另外一个音叫做 up， up， 也是 R 也是要拉长音 up， 啊，就 laugh 有没有？微笑啦，哦，这个微笑啦哈，还是笑啦哈，有点喜笑啦 laugh， 我后面前面一个 l 对 ，a l e l a u g laugh 就是这个，哦，他前面的这个念啊，后面接近念复。所以中长音拉长音 off， 那么 o u g h 是一样 o off 哦，所以 a u g h o u g h 都练同样的两个发音 ，o u g h 在后面会提到哦，因为和尚是从 a b c d 排到到立为止，从 a 开始的配对音开始，哦，来我们来看 b。V 的配对音，哦，好，好来，这是黑色的，就是共同音了哈。Bird， 要卷舌。Bird，Bow，Boo， 这个是 B A， 有这个 D J 有两个音。Bird，Bird，Bird，Ba， 所以这个不卷舌，哦，它没有耳朵，所以这是放。舌头放平 ，bird， 八 ，bird， 八，好来 ，b， 哦，这是共通的哦，哦，那红色共通不是蓝色的哦，啊，就是 b， 啊，这是 bay， 好 bay， 我讲错了 ，bay，b，bay，b，b， 那 b 一，这是拉长音，两个一拉长音 ，b，b， 这个呢？Bird， 埃尔读二，一定要卷舌。Bird，B A L， bow，O， 舌头往上扬 ，bow，bow， 好 ，B U， 哦 ，ba，ba，ba，bu，bu， 哦，来 B A B I 也是共同音，哦，它也是。两个音啊，在这里和尚再提示一下，为什么尾巴的 i 一定要练啊？假如说我们看那个一个英文单词，它有好一个英文单词里面有出现三个 i， 两个 i， 后面的 i 在尾音都练耳都，这是不规则的。它明明音标是注这个 e 哦，但是它给你练耳，都是在尾音，就是 i 排在尾音的时候。哦，在尾巴的 i， 它不是最后一个字 i 哦，哦，就是说第二个字 i 或第三个字 i， 很多都练 r， 不是练 e。我们出现这个情况很多，在英文单词里面太多这种情况。但正常来讲，我们记得，不管哪一个字子音跟 i 相配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发 e， 一个发 i， 所以 b i 练什么 ？b。B A I by 啊，这是一个规则。好，我们任何单子音，好配到 I 这个字，它有两个发音，一个是发先发这个 E 变成两个音，一个 E 一个 I， 所以 B I 变成 B 跟 by 啊，这是不规则的哈，规则。
但是假使在出现一个单词里面有，比如说有两个 I， 这个 I 的前面不管是 T 啦 D 啦，不管它啊，它这个第二个 I 或第三个 I 都很有可能练耳很多很多哦。哎，我们后面哦每一组哦的这个配对音哦，我们就会念到哦，从 A 到 D 每一组都有它的族群的字这个单字哦。和尚后面会列出 A B C D 每一个这个字母的配对音，它的单英文单字的族群。好、哦、，A 有几个英文字，好、哦，哎，它的配对音，我会举例好几个。B 有几个英文字的配对音，我举例很多，啊、哦，所以当我们熟读了这些配对音，后面我们要从 A 到 D 的每一个，哦，这个它的英文单字的发音，哦，英文单字，哦 ，A 开头的英文单字有好几组 ，B 开头的英文单字有好几组。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、哦、很熟练的正确的练出每一组的英文单词。但是你首先前提要将配对音从 A B C 到 D， 你一定要熟练，那自然后面我们要一组一组的、啊、这个族群的这个英文单词、哦、我们就可以练得很顺、哦、因为和尚的教法、哦、是先从 A 到 D 的每一组的族群先练，其实这样教法颠倒，所以应该是从这里开始讲、哦、那后面我们再来从 A B C 到 D、哦、一个族群一个族群的英文单字再来练习它的这种配对应的练法，整个让你练到 D 为止、哦，你已经变发音的专家了，难不倒你了，以后发音难不倒你了，你看的英文单字直接就可以练出来，不用再看音标，而且练出来还可以听这个音写出整个这个英文字的每一个字母，永远不会忘记，不是像学生应付考试，考试完了就哇就忘记了。好，这就是后面有很多和尚都会注尾音一练二、哦、尾音不一定是说 I 是在最尾巴，也就是说第二个第三个 I 可能配对的时候会练啊，不是规则的练 B 跟 B、哦、不一定、哦、好，来我们来看 B I N、哦来这是共通的、哦、共通一下 Mean Bind， 有没有看到 I？你看，就念 e 跟 i 有没有啊？后面一个嗯的声音，所以变得 mean bind。先念 b， 再发嗯的声音 mean bind。舌头嗯的声音，哦，这个 n 的嗯的声音，平时要舌头往上一点点，不是像 l 那么翘，稍微往中间拉高一点点就好，哦。Bing， 稍微提高一点点就好、哦、不用太美。Bing， 同时发出皮的声音，皮子的声音，共鸣的声音。Bing， Bing， Bind， Mind， 这样就好了。啊，你若舌头没往上叫 Bing， 哦，那个音稍微不一样。Bing， Bind， 哦，那舌头往下呢是另外一个哈、哦，这个叫舌头往下、哦、我们来先读这个 B A N， 这就是 DJ Mom， 不是 Ben， 要读 B A 花 ba， Mom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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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八合起来 Mom， Mom， 好，我们主词叫 Bamboo， 现在念 Bamboo。要改过来、哦、不要练面部哦，要练满部、哦、好，来，第二 B A N、哦、D J 音有两个 ，ban， man， man， 舌头往下压 ，man， man， ban， 嘴巴张开一点 ，ban， man， 好来，
这个读 bang， 发啊，音发啊的声音不是发五 bang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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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r， bar， 要减舌 bar， burn， burn， 舌头稍微往上翘一点点 burn， 花皮子的声音啊 burn， burn， view， 拉长音 view。view， 好了 ，buy， buy， 好来 ，ban， ban， boom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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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，boom， 哦，这个是 DJ 音哦，啊 ，DJ 音，好，好，我们来看底下 ，c， 这个 c 哦，这个我们来看 che 共同 ，ch， ch， ch。气，好，那么这里 C H O U 呢？哦，只有三个、四个，哎，三个音哈、哦，三个音要看清楚哦。九，九，其实这个读哈、哦，他们音哈、哦，这个读 J J J 也可以读 J J J， 好 ，J J J 二 J J 五 J J 五，也可以 J， 这个音有两种哦。其实它的 J。就就就就好，有人发出五人接接接接接二者这这五者就就好啊，一个是秀，一个是翘啊，就秀秀翘，它有三个音啊，来 CHA。这是 DJ 音 K Cha K Cha， 这个是 Cham Cham C-H-A-N Cham Cham， 好 C-H-A-N Chan Chan A 发 R 的声音 不能发 A 的声音，以前我们是发 A， 现在发 Ch 啊 R 的 Chan呛呛呛啊，这个是翘儿翘儿，简舌翘儿 ，CHO 配对音 ，car， 秋 ，car， 秋，哎，这是两个音要记得哦 ，car 跟秋，好来 ，com 啊，这是 DJ 音哦，两音哦，有两个音 ，come， come， come。com com， 好来，这是 c o n， 也是 d j c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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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n， 好来 c a m c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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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e， 好来 can can sir sir， 有简舌 sir sir。Call， 有卷舌 call， 好，我们看到 C L E 在尾巴，一字就是一个音 call， bicycle call， 哦，啊 bicycle 的 call， 哦，你看 C L E call， 好来，底下 C U R， 哦，这是共通音 cur， cur， 不卷舌 cur， cur， 好来 C A U。DJ 音 call call call， 哦 ，C O U 有四个音，哦 ，call cal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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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ll，这四个音你要记住，这个音就是有四个音哦，它不是只有两个哦，这一组特别多哦，最多到四个，没有超过五个哦。好来，这是共通音 ，shant， shan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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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来，这是 co， curl。
cool， 这是 DJ 哦 cool， 其实 cool 有时候它有零，有时候像这个音哈，有时候这个不知道是苏格兰、英格兰的音不一样哦，或者说有时候它没练 cool， 有些 cool， 调一调哦，你要很仔细知道要分辨 cool。其实它正确是可可可可苦，是应该可可哦可苦，但有时候它会有点扣扣啊，你听这个扣，其实扣扣啊，你听给它扣，赶快问哦啊，有时候我们以为哎以为是扣，其实不是扣扣啊，练快就听好像扣一样，其实可五扣扣扣哦，音要了解。你先认识这个音标，你就知道才会练出正确的音呐、啊。扣扣，哎，啊，你听快一点，好像扣一样的嘛。其实扣是很明显的，扣扣，哎，好来，哦，在后面，扣扣卡卡卡，好，扣扣卡卡，好来，现在几步行了，好来，酷酷。酷扣虚伪哦扣扣酷酷哦扣扣多酷跟哦酷酷酷哦扣被哦拉过去，所以读的扣和酷五长音酷。好来西哦，这个一般来讲一有两个 E 跟 A 哦，上面一样，我们有 E 到 E 就是练 E 跟 A。 好来西say she say， 假如后面有出现 i， 它有音标出现两个 i 的话 ，i 还是尾巴令耳发耳的声音。好，来，来，我们来看后面 she 练什么？练什么 ？she sh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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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n san san， 而 she y 哦，一般来讲哦，我们看到这个 y。哦，这个 y 有两个音，一个念 e， 一个念 i， 哦，这样这是一个规则哦。所以呢，啊 ，c 多发 s 比较多哈、哦。好来，所以我们这里来练这个 DJ 音 ，c sai c sai。好来 ，OK。那么 c h i 哦，它有两个音哈、哦、，c h 发 ch 啊、哦，所以 i 发 e 跟 i 对不对？所以气跟就两个音的气恰气恰，这就是你要认识的哦。I 有两个发音，一个 E 一个 I 哦，啊前面去练气，所以当然就两个音就出来了，气跟恰，哎，好情况，child 哦孩子就是这个，好 chil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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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ild。CHIL， 先练 child， 这是孩子，哎，对，好来，共同音 ，cold， 舌头稍微往上 ，cold， 要出现 o 的声音才可以，不能 cold， 哦，这个两你 o 不练，你会 cold， 哦 ，o 的声音要出来 ，cold。哦，那么 CRI 我们 CRI 我们就是配这个 DJ 音，它有两个音哦啊，那个 C 在这里练 K 哦，所以啊而发日音，所以 Kri 要卷舌，一到耳的声音要卷舌 Kri。哎，这就是 C 和 I。好，假如说出现它有第二组的 I， 第三组的尾音就念 R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 CH 一。好 ，CH 一呢，它有三个它有三个音的哈，三个音。但和尚会注头尾，要注意。所谓头尾，就是前面两个叫就是配对音，就是有跟母音在一起。但假使是它这个是摆在最后面，
最后面这个 C H E 念一个音就好，这样就好。好，这是规则，就是 C H E 是在字母单字的前面有两个音，只要是它是摆在最后就练嘶，哦，这叫配对音，这只有全世界只有和尚变的哈，这是我的创举，就是在这里。你哪不安尼？你蛮知啊？哦，我们知道，哎，什么 C H E 有三个音呢？谁知道？没有人在编这个。我全世界看遍的所有的，没有任何英文老师在编这个配对。你说这不是创举？不然什么叫创举？好来 ，C H E， 好，我们看头音，哦，摆在头的有两个念法，我们来念一遍 K K K C H E。切，小切心的切，切，切，好来，后面嘘，嘘，好，这就是 C H E， 要记得这种配对音的用法哈。一个 K 切嘘，好来，再念一遍 K 切嘘，好来，C I S E 就是 size。Z 发 Z， 一不发音，这个 S Z size， 也有人发 size， 其实要发 size，sen， 要减声 sen， 先发 sen， 对，好，我们来看底下。这个时候 爹 不发大，发 爹 爹地没有发大地，大大我有，也有他们也有念教父叫大大也有，但是比较不通用啦，虽然你苏格兰英格兰有念法，也有这个低声音，他英国人念爸爸叫大大，没有 爹地、哦，我 爹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用共通，我给它编为共通音了哈，大家比较听得懂。来，这个英国又练爹又练大，我们就练爹哈。来 ，day day der， 简称 der der。好来 ，doctor doctor， 这个不是你 doctor doctor 啊，你的 doctor 这样就好了。这个都是无声的，无声 doctor。U 念啊 ，duct 顿起来得 duct， 好来 ，du 哦，这有两个音哦，哦，共通，这是共通音了，来 ，du 大 du， 好来，那么 duo 哦，有两个这个哦，两个音哦，哈，这里应该要标红色。忘记这个有两个要标红色，来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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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， 哦，oo 两个字一定啊，叫 book 的 wu 哦，拉长音，所以是很自然就是练 do， 但是它有练 do 啊 ，door 有没有门练 do， 所以它有两个音出来，一个 do 一个 do， 好来念一遍，来 do。豆豆豆豆，好来，那这里好，哦，有头尾音出来了啊，哦，这个音其实哦，应该来讲，这是要标蓝色的，我们不是红色的，因为 K 跟音标它一定有一个 R 出来 ，DJ 它没有出现 R， 就是其实是 DJ 的。所以这里要蓝色啊，这个标错了啊，用蓝色给它标一下。豆豆，小凤是豆儿，哎呀，你念着丢了哈。K K 就念豆儿，豆有一个耳豆，但是呢 ，DJ 没有豆豆豆豆，音要重一点，豆
他们英国音就是很奇怪，就很沉又很重，哆哦的尾音，他在尾巴练的的，不剪舌的。DJ 音标他很少剪舌的，他剪舌的地方太少了。KK 音标到处都剪舌音，这是英国人讨厌的地方。那剪舌啊，发音要剪舌，他们不喜欢，他们就英国音比较不喜欢剪舌音。来到美国就什么都剪舌，都剪舌。为什么我不晓得？这当时他们发明美国音的人，他的用意何在？是要以此来做跟英国人做分别吧？我是美国音，你是英国人，我不在英，我是从英国移民过来，我跟你切割。所以我故意不练啊啊哆，我要练哆啊，我要剪舌。英国人就偏偏不剪舌，所以的啊，你要剪的的都不干的。英国人做代志，他因为海盗的人讲，砰，拢足凶的哦。较早英国人都是海盗出身，就阿杀你，要给抬到，要抬到手上，干脆利落。搁你要剪舌，看这个音标也很蛮有趣的。的，没有你死的。这个你要剪舌，麻烦。哎，哎，一样哦。这里的一。哦，它有一个 E 一个 A， 跟上面一样出现 E 就是 E 跟 A， 所以自然的我们来发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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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只要是 D I 后面又出现一个第二个 I， 第三个 I 也练二一样。好，来 D I 练 D， 有时候练这个又两个音哦 ，die 哦，出现 I， 我这里少一个，这里就没有注到。D I 一定一个 E 一个 I， 那是规则的。D die 这样才对啊、哦！你看嘛 ，D I E 有点 die 有没有啊、哦？所以我没有注到这个要两个音，一个 E 一个 I 才对。我们再练一遍 D die die D die die。好，来，再看这里啊、哦，这个是啊、哦、D 来，先注意一下哈，一个 die 一个 d， 好，这是黑色字，就是共通哈，就是这里不是读 down， 是 d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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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ng, OK， 来，这个 di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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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也是读 die， 两个通用的读 die， 但是这个 die 有两个音，好，一个是读 d， 好，来我们试一下 die， d， die， d， 好，尾巴在，假如说后面要出第二个、第三个 i， 后面的 i 念二。好，来 ，ding， ding， ding， dumb， 这个 u 不念 du， 念 a a a， dumb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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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来底下 ，ea， 好，这个 ea 有两个发音，好，一个是 e， 一个是 a， 短音，一个是长音，发 e。其实当我们看到 E 跟 A 来讲，只要是发 E 的话绝对是长音，因为它是两个音呢，它是两个音呢，所以一般发 E 就绝对是长音，就像两个 E， E 一定发长音， E 也是等于两个 E 要发长音，但是它另外还有一个短音也注 A、哦、它有两个音，所以这个发明音标的人他们怎么发明不晓得，为什么也可以拉长音，也可以拉短音？应该这里是要用 A 的长音，就是 E 这个，他应该注这样，但是他却是用注这样 A A 短音。好了，之后后面 E E 长音 E 好，两个 E 好来 A A 这个就长音哦 ，E I G H 就发一个音而已 A A 长音。好，来
后面 EI、哦、你看它就都拉长音了，有没有都拉长音了 EA、哦、它两个音哦，两个发音、哦、EI 你看一定拉长音， E 也是长音， A 也是长音， A、哦、E A E A， 这个一到这个字就知道，有时候练 E 有练 A、哦、来这个 UU U， 那么 E R E 有两个发音啊、哦、，ear， 为什么 ear？ 其实这个 E 是没有发音的，这个音没有发的 ，ear， 哦，啊，有时候你看又给你发短音 ，air， 哦，所以这个音虽然 E R E 这个后面这个 E 是不发音的，所以它读 ear 跟 air 的原因就在这边。哦啊、应该是要这里因为有耳一两 有两个音，所以你这个前面的一应该拉长音才对，结果它另外有一个音是拉短音，是加短音的 air air air， 但是它没有减舌，没有减舌音、哦、它的音标是没有减舌音，其实照道理应该有减舌音才对，你有二出现应该练减舌音才对，但是音标却没有注减舌音。有时候我是感觉那也许音标它注错，不要以为我们从这个词典里面抠出来的音标都是对哦，不一定哦，有时候他们注错了，你要多看几个比较，哎，这个词典那个词典看看，哎，很多他们注的音都不一样，包括低阶的音也是。欸、注的都不一样哦，虽然是 DJ， 他有时候给你注 O， 有给你给你注 O 就不一样，给你注 R， 给你注 O， 哦，就是看谁，这是到底是谁注的才对，我们不知道啊，就是大概我们就只能拿一个范本来对照而已，好、哦，或者多看两三本来对照，所以这个都要经过查阅的，啊、哦。好，所以 E R E 是 ear， air， ear， air， air， 你不要看说 E R E 是被阿妈念嘛，这不是是 E， E 的或是 E 的或是 E 的，不是，因为后面这个音不发音，发前面两个音，所以 ear， air 这样就好了。哦，这是一个原则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 E M， 好 ，E M， 啊。头尾两个字，就是说它在前面，这个 em 是在字，这个单字的前面的话，来念 n， im， n， im， 只要是在尾巴，它 em 发成不 erm， erm， 哦，你有什么问题 ？Do you any problem？ learn， learn， trouble， 哦， learn， 哦，这个 en 在。后面叫 earn， earn， 不减舌 earn， 嘴巴马上合起来 earn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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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，problem， 哎，就是这个 earn， 所以它是在尾巴的。好来 ，n， n， 好来，最后一个 e x e 尔怎么念呢 ？x r x r x r， 啊。X 和上有说嘛，一个是 cos， 一个 good， 所以拆开来啊、哦、，X 哦，那么 S 跟后面的连起来发音啊、哦，配音 ，exercise，exercise，exercise， 啊 ，exercise 就是运动啊、哦，就是这里 ，exercise，exercise， 哦 ，k 跟前面的 e 单独呢 ，ek。这个是跟后面的配叫 excel， 好，今天先教到这边，我们下一节再从 F 来练。好，阿弥陀佛，少造业，多念佛。